不要了。但是你别砍断我的肺了。哥，你说话，你别弄那个，弄哪个是？你不要动它。
叫吧，没事，叫吧。冰箱有可乐，有梨子，梨子蛮贵的，你可以喝一点。你有没有听到说咱们隔壁厂的，咱们隔壁热死了？就你给我发的视频了吗？啊？就你给我发的那个视频吗？嗯。
在古巴上学。我拿辞职了，你知道吗？